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一拒绝审理有关容许市政府将街头露宿定性为罪行的案件。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位于三藩市的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推翻了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几项当地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将无家可归者因为并无庇护所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而露宿街头定为犯罪。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管辖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多个西部州份。这些州的天价房地产价格问题导致无家可归者日渐增加，部分主要城市试图通过严格的地方立法去压制无家可归者。博伊西市因此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该市当局认为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将会使到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从而引发公共卫生问题。